都说这9.9块就能买个对象。脱单指日可待，这边是脱单便利，那边就是失恋博物馆，所以脱单的结果就是失恋。居然还要门票？29.9就对。多好的9.9呢？第一步，拿一个邂逅胶囊，我们已经拿了。这写什么呢？也没有让我写的东西啊，这是许愿胶囊。就是你买的是一个门票。脱单还得再花钱，34一个，你要拿走一个异性。把写好的个人信息放进许愿胶囊。哎，你有帅哥加微信吗？我看到他明显顿了一下。先去把我的瓶子放起来，然后再拿一个。这个什么都没写。最迷人的最危险。看看这个神秘的男子，他只有一个 QQ 号，加一下试试。资料上显示41岁，多讽刺！上海最靠谱线下交友平台，请问靠谱在哪？